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ko。 我做了4-5次間式美容的小顏骨皮之後，我就覺得我兩邊面平衡了很多，因為我本身這一邊面是大很多很多倍，現在你就會覺得兩邊面平衡了，而且整塊面都細了，輪廓也突出了。我覺得我做了4-5次最驚喜的一個地方呢，就是很多很多人說我瘦很多， even 是朋友啦、同事啦，甚至是監製呢，他見到我都說：哇 Winko 你做什麼？你怎麼突然瘦了這麼多？這個是我很估不到的東西。我覺得小顏骨器和其他面部療程有什麼不同呢？首先其實它純天然沒有副作用這一點已經贏了。你想想，其實人的面骨是分了很多板塊的，它只是用手就可以將面骨的骨縫裡面的毒素推走，令到面骨的骨縫可以收窄，輪廓也變小了，同時間還可以矯正你的面型。